FFCCCII hadi libreng gamutan project at barangay San Isidro Galas Quezon City. 张总配合基顺市 San Isidro Galas 苗龙雅举行义诊施药服务。为弘扬乐善好施、助弱扶贫之中华传统美德，以及发挥大爱无疆、同舟共济之慈善精神，非华商联总会社会责任委员会在理事长施东方博士指示下，应济顺市圣伊西德罗卡拉斯苗龙雅之邀，于2024年4月21号上午，在济顺市圣伊西德罗卡拉斯苗龙雅网球场举行义诊施药服务，为附近一带的病患提供医疗服务，造福当地民众。当天义诊工作由商总义诊队医生主持，有4名医师和10名牙医师参与。是日，济顺市圣伊西德罗卡拉斯苗龙雅主席约翰雷诺等诸位长官，配合该会董事兼社会责任主任洪兆坚、福利副主任许灿荣、社会责任副主任许焕东医师、理事蔡宗俊、聘任委员郭征荣和办公室主任林阳雪晴等诸领导共同参与，商总办公厅多位职员亦出席参与帮忙。当天共向100名病患施诊及向150名牙科患者拔牙，并分发150副老花眼镜，共计400人受益。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。